不会是蛇，不会是蛇，放心好了，不会是蛇。带了一口，哦，你们看，我去，不会是蛇，大家伙，红心戳到万根吧？不要紧，大家伙，这个三指宽的滑道，你想想看。不可能是牙签了，跟白天一样掉出来一条牙签消失，不可能，这条不可能了，这条绝对不可能了，因为它这个滑道外面的滑道都这么大，哦呦。感谢畅游天下，感谢哥。下午10斤9两，11斤吧。哎呦，都出来，就在洞口，就在洞口，兄弟们，来了，来了，蚯蚓掉了，蚯蚓掉了，我靠，蚯蚓掉了，不给他吃了，这条不给他吃，给他吃的话就没用了。蚯蚓掉了，这条给他吃了，他鳝鱼都不吃够了，吃了半斤。最少半斤，不可能是螃蟹了。螃蟹是这样的嘛？不要叫。我们今天白天的话要插引条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1斤半了，不知道。就在洞口，不能放进去。放进去的话，等会拉的话要脱钩。我上一次逗螃蟹逗了半天，那你是人才，我这边是那个螃蟹很少，螃蟹很少很少，哪里有螃蟹嘛？我这螃蟹，我又中大货了，中大货了，中大货了，兄弟，我又中大货了。我大家伙，我要罚你了！我要打我！哇，豹子头！真的三指宽的洞，我去！我要今晚最大！我操！哦吼！这么大！我就抓扁了，大吧？大不大？你们说？大不大，兄弟们？我操！哎呦哎呦！哦吼！大兄们，真的大这条，哇靠！这么大一条！感谢点亮啊！